你英文非常差，超烂。有需要用到 very 吗？ Very， 而且是 very much。我跟你讲，说的是阿峰不讲话哦，人家不会就安静，要长卓、啊，他长卓、哦，不会要硬要讲。What？ 没有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好，讲得很好。一般都会形容好说，哎、欸，你个性很好笑，怎么你长得很好笑？我哪里好笑？阿哥一样。别那么压着你，别他不懂，他不懂，他不懂了。知道什么？笨蛋。丢脸，哎丢。忘记了，好扯、哦。但是怎么会想到笨蛋？怎么会不知道？很丑。对啊，他连丑字都认不得啊，很正常啊。我是因为人家都叫我 handsome。你说汉森吗？你英文名字啊？